哎，行了，咱们中，快来了，快来了，哎，好好好，哎，玩玩玩，好好好好，您回来了，这个点做饭呢，哎，哎，我来，行了，哎，没事，真亲近啊，就坐会儿啊，慢走啊，哎，不用回来了，这动静有点意思了啊，哟，今天上车了，哎，刚说车，这不刚回来，刚收车，哎呦喂。 站住！什么穿衣风格呀？这是啊！爸，嘿，嗯，不赖，还记着你清洁是谁，没傻倒是。你说说你吃什么什么没够，干什么什么不行，这我也就不说了。还追人家时髦，要穿上一身兽皮，狮子就狮子吧？您还来一头公狮子？你这脑子里整天都想什么呢？那你要看不惯我穿的，那您去国贸给我买一件。 这就是年轻人现在穿时髦的东西，这就是时尚，这就叫 fashion，you know。你甭将我，将我也买不起啊！要买，有本事去外边认一狮子爸爸给你买吧。告诉你啊，今儿初一，六亲不认之前，先给你妈点炷香去。哦，妈。 您一定要保佑我爸身体健康，茁壮成长，赚好多好多钱，给我买好吃的。妈，我丢工作的事儿，您一定要保佑我爸不知道，他老人家如果知道了，非把我的皮扒了不可。老冯，老冯。 福子工作丢的事儿，那不能赖他，主要责任在我。什么？福子把工作丢了？福子，过来，往哪跑？老福，怎么回事？说。